吃饭了吗？那你问的是早上饭、中午饭还是晚饭呢？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没以前天真了。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，自顾地走在路上。啊，这会儿吃夜宵啊？这会儿不爱吃夜宵。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。泛黄，有它泛黄的理由。你穿的衣服是绿色吗？你再好好看一看，你要不配个眼镜行不行？你要不配个眼镜看一看，好好看一看。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，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。怎么还抹茶就出来了呢？我发现我这两天没播，但是直播间好多黑粉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。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。谢谢剑真哥，感谢剑真哥。黑粉都是你的颜值爆表，我颜值爆表，我一般般，我颜值不爆表，美爆。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。欢迎啊，欢迎欢迎，好久没有看到主播了。黑粉，黑粉就黑粉吧，真是的，好比没有呢，对不对？别人想有黑粉还没有呢，咱还有点黑粉还行。小烟表演个胸口碎大石，